以前我只知道要改变一个人人生，尤其是读书或者是考试成绩的领域里，都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。但是自从我1986年学的细化课程之后，这一切都有所改变。从我以前要默数，到考试前不用读书，我都能够榜上有名。这真的要多谢细化课程。